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83念，第三行，从第三行看起。又此品光明著世卧苦，虽指光尘四相，实则圆心一心，心慧则土慧，心卧则去卧，一业无非自心之所现也。经中详明两土尽会，令之心厌。这后面一段呢，这是这一篇的总结。这一篇经对于五浊卧室，这众生造卧受苦啊，虽然经文上都讲的是四相，这四相从哪里来的？经教里面呢讲的很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设四相就是邪一心啊，因为相是心现的，是变的啊，从事就看到心。心静，四相就清净；心慧呢，这土慧，土是土地，山川大地，我们今天讲被染污了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居住环境遭受到严重的染污啊，所以环保这个名词出现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来，30多年前，没听说环保这个名词。环保这个名词是最近才提出来的。环境染污太严重了，危害到一般人民的健康了，这才注意到。那环境保护现在全世界政府民间都很重视，能不能起效果呢？学佛的同学应该知道，不可能有太大的效果。为什么呢？心理环保没做好，我们的心被染污了，所以外面的环境啊
永远不会干净。啊，那环保要从哪里做起？要从心底做起。啊，你看佛法里头有个清净心，心果然到清净，我们的行为就清净了。啊，外面山河大地，自然就不会被染污了。啊，说到最后，还是说到一心。啊，一心确实是万法的根源。华严经上说的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心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心恶呢，那样样都恶。啊，所以，在大乘佛法，最后总归到，一切无非自心所现。我们观察有情众生的心性，观察山河大地的现象，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净土还是秽土。啊，经中详明两土净秽，叫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把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，啊，常常来做对比，看到娑婆的染污。看到这个西方的清净，我们就知道从理上讲，极乐跟娑婆是一不是二，啊，都是心性识变的，那就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居民心地清净平等，啊，所以那个地方的依报也清净庄严，啊，那居住在现在地球上的环境，这个环境居民心性不善，灾难现前了，为什么我们心行不善就会有灾难现前？这也是世尊在经教里头讲的很多。佛说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啊，像是所有的现象，啊，不仅仅什么个人，啊，所有的现象都是从心生的，啊，境界，小的说是我们自己身体，我们自己身体好不好？关键在心里，
心好，你身体就好；心不好，身体就多病。心转境界嘛，居住的环境也是跟我们心行有关系。如果我们的心行是纯净纯善，那就是极乐世界。我们的心行不净不善，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。如果我们希望居住的环境好，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佛菩萨的教诫，真能接受，真正能够依教奉行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就会变好了。灾难就能化解。所以这部经里头把两个世界做详细的对照比较，让我们升起信愿之心，对西方极乐世界羡慕欢喜，对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，我们希望离开，用现在的话说，移民到极乐世界去，可不可能？难，不但是难，而且很容易，不是难事情。移民到极乐世界的条件很简单，只有三个字：信、愿、行。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真正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有个恳切的愿望，我真想去。行就是经上告诉我们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你就能往生。那么你们一定要晓得，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清净心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在讲习分享，说到菩提心，我说了20个字，大家好懂。菩提心的体就是真心，真诚是菩提心的体。菩提心的作用，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，自受用啊。对别人是慈悲，大慈大悲，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，看到众生有苦难，我们帮助他离苦得乐，这个心叫菩提心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住在娑婆世界的人没菩提心啊。如果有菩提心，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。纵然没有西方世界那么庄严，
也不会差太多。啊，菩提心是纯净纯善之心。啊，清净平等觉是纯净。大慈大悲是纯善。帮助别人。会以真舍之力，不求报偿啊！这是纯善呐、啊。帮助别人有报酬、有条件，不叫纯善。啊，是善，不能叫纯。无条件的帮助别人。这叫纯善。由此可知，菩提心就是纯净纯善的心，菩萨行就是纯净纯善的行为。啊，这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。弥陀要戒云：“娑婆，皆自心所感之慧。”啊，我们自心所感的不善呐，不善到了基础啊。就是所谓的心坏了，心不是真的坏了，啊，心被肮脏的东西染污了，啊，古人有个比喻，把我们的自心呢比作黄金。啊！可是现在的黄金在哪里？黄金掉在粪坑里面，啊，被这个粪坑包围住了，看不到黄金。啊，黄金是不是真的染污了？没有，你把它拿出来，把它洗干净，它还是黄金。这个比喻，比喻得很好。啊，说明的染污不是真的染污，真心不会染污的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”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真心是清净的，丝毫没有染污。染污的是什么呢？叫染污意。八识里头的意识是染污。啊，意识染污了谁呢？意识染污了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可是六道众生迷失了真心，向来用事啊，都是阿赖耶当家做主啊，妄心用事啊，所以把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扭曲了，变成六道轮回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可以不知道，知道之后啊，这才晓得六道原来就是十宝图啊，
娑婆跟极乐实在没有差别，差别就是在迷悟，极乐世界认得觉悟了，一切恢复的正常，我们迷了，迷了就扭曲了，把清净法身变成现在的肉身。 把一真法界变成现在的秽土，与别人不相干了，全是自己迷，自己变，自己做，自己受，迷久了。 迷得太深了，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啊！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？佛说清楚了，祖师劝导我们。 理应厌离，按理说，我们应该要离开。极乐呢是自性所感之境，而自性境啊，理应心求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离开娑婆世界，求生西方净土，这是应该做的事情。 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个地方的罪孽，这个秽就是罪呀，就洗清楚了，就洗干净了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。 我们一个人带了一些肮脏东西去，到那边是食，到那边呢是凡圣同居土。虽然那个地方也不是真正的净土。 但是，承蒙阿弥陀佛48愿、5戒修行这个功德的加持，我们住在阿弥陀佛的净土，这沾这个光。 这一桩好事是其他诸佛世界里都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有，只有这一家显示出阿弥陀佛的恩德，无与伦比，大恩。 大德了，在那个地方居住，天天有机会听闻佛法，弥陀在西方世界讲经教学从来没有中断。 那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是什么呢？就是常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
啊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不得三昧的，没有不开悟的，没有不成佛的。啊，这个地方修行好。决定成功啊，保证你成就啊！啊，佛的力量太大了，发心到极乐世界的人也太伟大了。为什么呢？发心起我向善。就发的这个心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啊，离开娑婆是起卧，往生极乐世界是向善的，啊，那么我们就晓得这个磁场多好，啊，今天科学讲念力，那这个念力多大，多强。啊，这些是我们增上缘呢，帮助我们成就啊，啊，帮助我们断烦恼，念烦恼的习气都在极乐世界淘汰得干干净净啊，那向上。逐步提升，你看，从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，从方便土再提升到十报土，由十报土再提升到常寂光，啊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。理由就在此地。我们如果不选择极乐世界，在此地修行，或者在他方诸佛刹土修行，多难啊！啊，非常不容易啊！断烦恼证菩提，这一句话容易，很简单。可是你要去做的话，它真难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说是可怜到极处啊！诸佛菩萨看到我们都叹息，要可怜悯者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！为什么呢？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久了，没人教我们。啊，尤其我们生在这个乱世这个时代，啊，我们的乱世回溯到过去有两百年了，好多代啊，啊，两百年前是慈禧太后执政，把中国传统的教学就收获了，啊，轻视了。到满清亡国的时候，
传统文化的教学，佛菩萨的教诲真的衰了，到最近的半个世纪几乎没有了。那这半个世纪的人，也就是50岁以下的人，不但没有见过，听都没有听说过。他们的思想被染污了，他们的言行那就更不必说了。还是佛菩萨慈悲。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，佛非常感叹对这桩事情。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，孰怪也？对现在人不懂事，不懂规矩。这个规矩是什么呢？自然法则。规是化缘，圆规。矩是画方的，你看三角尺，这个直角那叫矩，所以不依规矩不成方圆。现在这个规矩没有了，丢掉了。中国古代的规矩就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现在完全没有了。佛法的规矩就是三规、五戒、十善、六度。佛门的规矩你看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，你细心去观察。他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决定不会违背。自自然然相应，这叫圣贤，这叫佛菩萨。佛菩萨虽然原谅我们，我们没学好啊，他原谅我们。我们自己要自爱努力把这个课程补出来。过去不知道，现在遇到佛法了，遇到传统文化了，就应该认真努力的学习，要学得像。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念的，不是背的，不是讲的。规矩是要做出来的。规矩就是日常生活，日常工作，待人接物。规矩用在这些地方。还原观里面的四德，威仪有责，这句话就是把规矩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，让社会大众来模仿，来学习。这是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贡献，对一切众生的真实利益。
对菩萨自己来说是真是功德，对一切众生来说是真是利益。所以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劝我们求生净土。为什么？宴会需舍之就应，方无可舍，把它舍干净。要能在短时间把它洗刷干净，那极乐世界是个好地方。心净需取之就净，方无可取。我们要理会，要求净。到极乐世界，这桩事情才真正得到究竟圆满。妙宗超云，妙宗超是智者大师，观无量寿经的注解。他的注解叫妙宗超，取舍若饥，于不取舍，亦非易彻。这句话意思讲得深，下面舍不从事取舍，但上不取不舍，即是智理非思。为什么呢？大乘佛法所说的万法皆空，性相一如，离思不二，有取有舍，就是有分别有执着，你就错了。真正契入不二法门，哪里有取舍呢？离是没错，离上讲得通。那事实上是你的烦恼习气没断呢。你没有大彻大悟啊。你这个是解悟啊，不是正悟啊，解悟你得不到受用啊。你所讲的是诸佛菩萨的境界，可是你自己的还在这个起心动念都不善，你还在造业。那么你学大乘佛法也在造业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智理非思，智思非理，都是大错特错。既废于思，离也不远。若达全思即理，则取也是理，舍也是理，一舍一取，无非法界。要解之说，四理圆融，妙其中道。
那大乘经怎么去读，怎样去学啊？所以古人读大乘没有问题，今人读大乘问题很大。为什么？读大乘之后，智力非死。古人为什么没有问题呢？古人从小那四个根扎得稳啊，他所读的大乘经跟四融成一体了啊，不像现在读人读大乘啊，离是离，四是四。啊，理好像讲的头头是道，事依旧是造作罪业，心里还是贪嗔痴慢疑，还是怨恨恼怒烦，做的事情还离不开杀盗淫妄酒。虽然没有杀生，杀的习气没断，杀的念头没断。啊，虽然没有偷盗的行为，盗心没断。那盗心总想占一点便宜。啊，所以理说得再好，行跟理不相应，啊，心行不相应，最后还是堕三途。出不了六道轮回呀！所以真正通达明白了，我都明白了，我不到极乐世界去，在这个地方修行，烦恼习气断不掉。你要想到这一点，那我还是要去。我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，我理事就圆融了。啊，在这个地方他是决定圆不了的呀，不是治理非事，就是治事非理，治事非理是小乘啊，大乘是治理非事啊，这什么偏在一边，不是中道。菩萨行的是中道啊，中道是离思圆融极乐世界是大乘，是一乘啊，他讲圆融，他讲事事无碍，理事无碍。啊，这个境界，即是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图，你就见到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，你能享受到。换一句话说，过菩萨的生活不是凡人啊，事事无碍的境界啊，弥陀天天在教学，你到极乐世界去，你学习不会中断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行住坐卧都不离经教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听到阿弥陀佛说法的音声，啊，你想听什么经，
你听的就是你所想象的这个经典。啊，你想学什么东西？你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正是你想学的。所以，无比殊胜修学的道场啊，啊，到那边去做佛，啊，稳稳当当。其他地方哪有这样殊胜的缘分？啊，你都搞清楚了，都明白了，你才会真正发心求生净土。啊，真正发心的样子，你现前在这边学习就会非常用功，啊，学的就很入法。啊，这肯定的。啊，今天我们讲如法修行，那必须从3个、4个根做起。你会很认真、很努力去做。啊，如果这四个根不像，你在搞什么？你在搞佛学。你在这个时间学习，将来可以成为佛学家。可以拿到佛学博士学位，啊，你有丰富的佛学常识，你智慧不开，你得不到三昧，你得不到智慧，啊，那将来在李老师常讲的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就是说，你依旧搞六道轮回。啊，一生所学的成就比不上一个老实念佛的老太婆，那个老太婆很可能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你这个佛学大家还是要搞六道轮回，这就错了，真错了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啊，你不能不真干。啊，真干是要吃一点苦，为什么呢？该习气，不能任性。啊，该习气是很苦，可这个苦值得。啊，你改过来，你才真正能往生。你不改过来，还是随顺习气，你往生不了。啊。记住，待业往生不待现行，这句话重要啊！这祖师常讲啊。好，这一篇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啊，我们继续看下面一篇：重重会勉第36。啊，本品。为这福众生的恶业，而是毁灭。首先，我因我苦，令之危惧。后面呢，在劝导我端正身心，不忘功夫，以免败毁。那我们看经文：佛告弥勒，吾与汝等，如是无。无痛无受，辗转相生啊！敢有犯此，当离我去。或其今世先辈病殃，死生不得，
世中见之，或欲受宗入三恶道，愁痛好赌，自相皎然。这一段念老的注解有明说明，无痛无烧，相生之祸啊！无我是你造的啊，就是无界是善。全都破了，杀盗淫妄酒，舍善里面加上卧口绮语两舌，一窝是贪嗔痴。这些东西不断了，无痛花报，我们讲现世报；无烧是来生，三途苦报。无烧实际上是指地狱。因果循环了，叫相生了。不善的心行，感不善的果报。叫灾祸，自作自受。家乡俗语：辗转相生者，名三毒。不除恶，恶不绝；恶果不息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可以说是生逢其时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这段时间里头，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灾难对我们来讲是逆增上缘。为什么？人在苦难当中容易觉悟，容易回头。佛法有位，富贵学道难。这个比喻是天道福报大了，乐多苦少他不想学道。这种舍利娑婆求生净土的心很难发。他觉得我现在在此地不错，我活得很快乐，很自在，很满意，我何必要求生净土？他这个心发不出来。那最容易发的叫人道。人道是苦多乐少。
啊，这小康之家了，他对苦乐的感受很深。如果听说一个能够利苦得乐的人，他会动心，他会向往。啊，佛在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。三悟、三土，三土是心、贪嗔痴，三悟呢是杀盗淫。啊，这个东西要不除掉，我就不会断绝。啊，为什么？他遇到缘，他就造作。啊，造作后面就有苦果。这个果报是三途：淫欲、鬼道。啊，那是属于贪啊，贪爱啊，是五鬼道啊。嗔恚是地狱道，愚痴是畜生道。啊，这三种恶念最强，所以他很容易啊，堕三恶道。而且堕三恶道的时间会很长，啊，三恶道的果报受尽了，就像人间你犯法，啊，判徒刑了，判了10年，啊，10年刑期满了，你出来了，出来呢，这又到人道来。啊，到人道来怎么？他又造业，他习气在呀，没断呐。啊，人道的时间短了，短短几十年，造了许多罪业，死了以后又到三途，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，鬼王看到这个罪人，啊，离开地狱到人间去了，怎么一会儿又回来了？就这个意思啊，三善道的时间短，三恶道的时间长。这个事情没人知道啊，所以众生不求佛。我们要不遇到佛法啊，传统文化里头讲的没这么深刻，没这么清楚。啊，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，传统文化帮忙不大。啊，我们传统文化没有断欲，没有断欲，做再多的好事，也升天，也只是欲界天。而欲界天里面最普遍的就是四王天跟忉利天，夜魔以上就少了。夜魔以上需要修定啊，需得有一点智慧啊，啊，专凭行善积德啊，修福，最高的只能到忉利天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啊，出不了轮回，那总不是个办法。利就近苦，得就近乐。
在我们现前这个环境状况之下，除求生净土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条路。我们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这个经上用这么大的篇幅教我们什么？断悟修善呐，作为往生的资粮啊，也就是作为求往生的条件呐，没有这个条件不行呐。人家那个世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们首先把这个条件取得。啊，净宗最高指导原则是净业三福。本经从32品到37品，讲戒律；6品经讲戒律，啊，都劝我们断恶修善。啊，净业三福头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我们将它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《沙弥律》。啊，沙弥律涉及第二条了，受持三规，居住中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落实在沙弥律，其他的太高了，做不到。啊，能够这四个根扎稳了，我们取得的条件就是偶业大师为我们实现的最低的标准。啊，偶益大师出家受比丘戒，自己退了。他是学戒律的，知道比丘戒决定得不到。啊，所以自己退比丘戒，守住沙弥戒。啊，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名副其实，他真做到了。啊，有这样的条件，别人向他请教，啊，一念佛将来往生，什么样的品位，你就满足了。啊，欧耶大师告诉人，我能够往生。生到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我就满足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四个根就是让你稳稳当当取得凡圣同居土，下辈往生。这个下辈是下三辈。下品上生，下品中生，下品下生。欧耶大师讲最低的标准，啊，下品下生。啊，为什么下品下生就满意了呢？下品下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弥陀大愿里头，这第20愿呢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没有说
凡生同居土，下辈往生地外，没说。没有说，意思就说明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之菩萨。啊，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要懂得。阿惟越之菩萨是化身菩萨。啊，什么人才能称呢？十报土的菩萨是阿惟越之，就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菩萨，他享受的是化身菩萨的待遇，我这样讲大家就好懂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几乎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，啊，就是跟十报土的菩萨是一样的。啊，十报土里面那都是阿惟越之菩萨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加持的，那就是凡圣同居土跟方便有余土，通通都得到阿惟越之的待遇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那我们这个经后面都会讲到，啊，生极乐世界有这样的殊胜。那换一句话是，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你就有能力跟这些大菩萨一样，与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感应道交。啊，十方世界哪个地方跟你有缘众生，他有苦难，他希望你帮助，你就能够现身去帮助他，为他说法，有这种能力啊！啊，现什么身呢？像观音菩萨一样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他想见佛，你现的是佛身；他想见菩萨，你现的是菩萨身。啊，现什么身不是自己的意思，他的意思，随他的意思现身。啊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你全都有啊，不是你修成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你的。啊，你就有这个能力。啊，这是净土无比殊胜的地方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换一句话说，十方世界众生，你的亲戚、朋友啊，你的亲人有灾难，你看到了，你听到了，这信息你收到了，你就能帮助他。啊，又会说曰：“无是因，勤苦是果，一果皆因呢，辗转相生呢。”啊，先痛后少，现世痛，后世少，相因而生苦。两舌俱明相生，但未详明辗转之意。啊，相生这个意思说清楚了，辗转没说清楚。啊，静心，静心
于妄希明智。啊，这三位祖师注解里头有：初名卧身通烧，次名呢烧身卧痛。在什么呢？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这就叫辗转。换一句话，这是说明六道里头的真相。六道太苦了，为什么？迷惑，惑业苦啊，辗转相生啊。那不善的因带来是恶报，受恶报的时候不甘心，不情愿，啊，怨天尤人，又造恶因，啊，哪一个人在受果报的时候，啊，甘心情愿，真正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啊，自己反省，改过自新，啊，这种人少。受一点点小小不如意就怨天尤人，那么这个罪是越来越重。今天我们为什么遭这样的大难？没有别的，这就是生生世世恶业的累积，累积的太多了，这下爆发。能不能怪人呢？不能。啊，你再大的灾难，也要甘心情愿承受。啊，我自己造的，我应该要受。啊，这才能消得了啊！不甘心、不情愿，麻烦可就大。啊，生生世世你都要受。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丝毫不爽啊！这是真理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三途就是我们心里头贪嗔痴慢疑，一切不善果报的因，这个因要是不拔掉、不除掉，我们的恶、造恶就是杀盗淫妄。就不会断绝啊！杀盗淫妄不会断，地狱恶鬼畜生的苦报永远不会止息，这冤冤相报。没完没了啊！啊，现在我们世间，在这个世间受的这些苦难，这是现世报，这痛啊！啊，可是死了以后，三途那就烧啊，烧是地狱啊！地狱说老实话。很容易去，很难出来。那我们只要把
灌顶法师念佛一百种果报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你就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有多少念头，多少不善的心性，跟三恶道相应，你就知道了。因为我们没造嘛，这话没人敢讲啊，一对照就清楚了啊。真正学佛，修学大乘，修学净土，这跟讲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是什么气象呢？这世间万缘放下了，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一向专念，其他的呢，不闻不问了。谁做到了？乡下老阿公老太婆他做到了，这是造孽。李老师常常告诉我啊，老师说我想学，学不上啊。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知识分子不如老太婆，老太婆真能放下了，知识分子说是说，没真放下了。那我们亲眼看到一个例子，大概40多年前。高雄将军乡的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讲经教学一辈子，往生的时候是躺着往生，不是站着。人家预知时至，这个老太太，你说她没有智慧，我们觉得她很了不起。你看她往生怕家人干扰，她不说，没告诉家人啊。往生那个时候晚上，她知道时间，吃晚饭的时候啊，他跟他的儿子媳妇说，我去洗个澡，你们吃饭。他跑去洗澡去了。儿子媳妇很孝顺。等老母亲。洗好之后一起吃饭。没想等得很久，老太太没出来。到房间看看，真的他是洗了澡了，喊他没人答应，最后找到佛堂，他穿上海青干干净净衣服，穿海青拿着念珠站在面对着佛像站在那，喊他不答应，仔细一看走了，站住走没有任何人干扰他。
距离我们不远。我那一年在佛光山教书，佛光山有个长工，就是将军下人，是他们的邻居，告诉我，亲眼看见的。他劝我们念佛，念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亲眼看到往生，这么殊胜。这些人的时候是给我们做正传，这三转法轮者做正传了，我们这是劝转的，他是做正传了。我们把经教做出来给别人看，那是示转，示现，讲清楚讲明白是劝转，他往生表演给你看，给你做证明。这个一点都不假了，他为什么做不到？做到了，放下了，没别的，我们很清楚，很明白，放下就有这个本事，那我们现前处的这个环境，你能不放下吗？不放下就错了，你放下了。告诉你，灾难没有了。世间有灾难是别人的，没有放下的人有灾难，放下的人没有了。放下的人随时可以到极乐世界。他有把握吗？他没有障碍吗？一切统统要放下。身心世界都不能带走啊。连身体都放下，不要执着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个人得大自在了，灾难现前，他就好像看电视一样，看电影一样，我这个比喻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，他心里面心里头自在，不起心。不懂你，看什么呢？看自然现象，宇宙之间大自然的现象，看业因果报丝毫不爽，看这个东西。所以慧疏这是日本法师的注解。无我是因，勤苦是果。勤苦是什么？是你在造业，你造得很勤呐。造极重的恶业，你的享受不是乐，是苦。一果皆因，辗转相生。果是三途。因是三途，贪嗔痴；果是地狱魔鬼畜生。
啊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。啊，在现世所看到的是他的痛苦。啊，死后他是三途苦报。啊，往昔云，初名卧僧少通，次名少僧卧通。啊，卧业感受现前的苦报是痛，来生的三途是少，然后再说在地狱里头，啊，堕落在地狱里头，又生恶念，又受痛苦，没有遇到佛法，不会醒悟过来，造恶受报，不甘心，不情愿。啊，特别是看到别人，那个人造的恶比我还大，为什么他没有报应？啊，报应来的，老天不公平，在发牢骚，起怨恨，啊，而不知道那个人造恶业，他先世我们前面读过，先世他修的大福报，他福报还没有享完，所以福报经营在护持着他，他的福报享已享尽了，他造的这个苦，造的这个罪业就显现了，不是不报啊，时候未到啊！你过去生中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！啊，谁造一点罪业，你的罪报就现前了，是这么回事情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怎么可以怨天尤人？啊，怨天尤人的罪非常重。啊，冤枉一个人罪都很重，你冤枉佛菩萨，你冤枉圣贤人，那个罪就不得了啊。啊，净严书记的书，初民从恶生通生少，下面呢，民从烧啊又生恶生通。今先同言，啊，是为恶与烧通互相辗转而生呐。啊，恶生痛烧，故入恶趣。但恶趣众生，三途迷生。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就是贪嗔痴更厉害啊！人间贪嗔痴很可怕，鬼道的贪嗔痴比人道还凶啊！故少佛生我痛，如鸡生蛋，蛋又生鸡，彼此辗转而生，何有一时啊？这个意识就停止，没停止的时候啊，这个现象非常可怕啊！故下云：“感有犯此，此我也；感犯我者，必当永戒辗转于我道之中。故云：当离我去。”啊，离是经历，恶趣是作恶
自招之苦。啊，故具果相啊，一切众生令止我因也。这话讲得很清楚了。啊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不敢再作恶了。知道作恶，你就决定离不开三恶道，对，当离我去。于是我们明白，作恶自招果报，所以不敢作恶，啊，不可作恶，不敢自招。啊，那我们想改善自己的环境，希望生生世世不遭这一些不善的果报。那就应当断恶修善。啊，断恶修善，从什么地方下手？从认真学习《弟子规》下手，为什么？孝亲尊师，仕途世间善法的大根大本。你修不从根本上修，你永远修不成功。啊，根本上修，你就是认真把《弟子规》落实。落实先是事，后是理。如果事上不能落实，理你不会透彻。为什么佛菩萨祖师大德了所说的能摄受人心啊？我们一般人讲经讲得再好，天花乱坠，但是不能摄人心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人家有行的功底呀，他做到了。做到了，那个言语吐出来是从真心里头流露，那个东西能感动人。啊，没有做到，你所讲的是口里头流出来的，不是真心。是从哪里？是从记问之学里头流出来的。啊，那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只有真心才真正感动人，感动天地鬼神啊，感动山河大地，那真心呢？这你不干的用心不同啊！啊，真心没有别的，它就是真干，真干就是真心，学了不干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这就是世间专家学者他们的习气。啊，我们常讲的佛学、儒学、道学，这是不干的。啊，真正干的那是学儒、学佛、学道的真干。啊，五戒真做到了，六波罗蜜真做到了，
这就是菩萨。如果普贤深愿，阿弥陀佛48愿也都做到了，他是佛。从菩萨又升了一级了，他是佛。普贤深愿，48愿是如来的心愿。你若是如来的心愿，你怎么不是佛呢？啊，落实《弟子规》感应篇，你是世间的神仙。啊，落实三规五戒十善，沙弥律仪，你是佛门里面的小圣。啊，真正发菩提心，落实了，落实菩提心。啊，刚才讲的时候，落实六合六度，普贤十愿，你是菩萨。啊，所以这个等级是自自然然向上提升的，我们都清楚，都明白了。啊，真正清楚明就真干，真就把它落实。啊，那什么灾难全化解了。啊，你受不受灾难？不受。灾难真正来了，身体随着灾难毁灭了，你自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阿弥陀佛知道啊，在这个时候他就现身接你走了。啊，所以你没有受到灾难的。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不知道，我们的学佛全是假的，全落空了。或其今世至世中见之。啊，这是第二个小段。或其今世，先悲病殃，死生不得了，世中见之。啊，这叫痛啊。啊，所以名无痛也，这痛啊！那现世之花报，那叫现世报。这个悲是受，病是疾病，主业病也，业障病。殃是殃祸，水火之灾，刑罚之祸，等等皆是。啊，你现在世间受病苦，啊，这些我们亲眼所见的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啊，这是出家了，啊，在讲经的时候，啊，有一个听众跟到我不少年，啊，也是台湾一个财主啊，现在讲是企业家，
啊，很富有，啊，在台湾是很有名的。啊，他的父亲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。啊，他听我讲经听了不少年，是他的一个媳妇，啊，第二个媳妇，以后晚年呢，这个老先生生病了，老人痴呆症，躺在床上，一口气不断。三班护士照顾他，啊，我给他家人讲，他们家人不相信，啊，我是劝他，把他用在医药，这些钱，这么多的钱，拿去布施，那么他就会有两个现象，一个呢，他要有寿命，他就好了。他就正常了。如果他寿命到的话，他就走了，他就不受罪了。啊，一定出现这两个现象。他们家人不相信。你说每一天三班护士照顾他，大概一班是两个人，他家里有钱吗？啊，医药的费。每一天开销都不得了啊，那普通人家是做不到的，啊，十几年，啊，才走，走的时候，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，啊，那么他到哪里去了，我们就清楚了。三途去了啊！啊，那么多的这个财产，他享受是躺在病床上享受，享受十几年。啊，这我们亲眼看到的现象。所以善恶果报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么今天不但有病苦，还有灾难。啊，这个灾难，科学家预测是史无前例也。啊，过去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么严重的灾难。我们。不能不警觉。那如何应对？那就是断恶修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再看下面文，说作恶之人，于现在时，或生重病，或招灾祸，求生不得了，求死不得，忧苦万端，不能处理，故云死生不得。下面说。世中见之者。
贤此卧果，普令大众啊，皆得见之，令之因果不虚而生戒惧。这些事在现前社会到处都能见到啊，见到之后怎样呢？见到之后我们就麻木不仁了，见到若无其事，那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，没有感触啊。啊，如果是菩萨，菩萨的警觉性非常高。啊，他看到果，就想到因；看到因，就想到果。看到你现在在造作的，这是因，他就知道将来的果报；看到现在你所受的，他就晓得过去做的因。这是一个明白人呐，是个觉悟的人呐。啊，所以明白人在这个世界，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，统统长智慧。啊，迷惑的人呢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烦恼。啊，生贪嗔痴慢疑，生怨恨恼怒烦，啊，干杀盗淫妄，这是迷惑的人呐。啊，觉悟的人不然呐。觉悟的人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通通长智慧。啊，处处都在警惕自己，起心动念。言语造作，断真心念啊，这叫修菩萨心，这叫发菩提心。啊，下面云：或于受宗入三恶道，乃后世之果报。这名无少啊，造作恶业，肯定到恶道受报啊。恶道从哪里来的？现在我们清楚明了，恶道是自己恶业变现出来的啊，自然的变现。恶鬼地狱出生，没有人设计啊，没有人去建造，全是业报现前啊。那我们自己冷静去思维观察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一生当中所有的机遇，也是自己业报所感。同样的，没有人在策划，没有人在设计，没有人在制造。啊，你要看清楚了，想明白了，经上讲的话，我们就五体投地。啊，真的佩服了。不但不再怀疑了，完全接受了，完全相信了。啊，佛说的话真不错。啊，经上所讲的全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愁痛这是现在的，忧悲苦痛。我们先前所受的
忧虑、悲伤、苦痛啊，苦读那是死了以后三途果报，极惨之苦痛啊，焦就是被火烧了。啊，燃是燃烧，啊，这都是讲地狱果报。啊，会说曰：“皎然，欲火俱冒啊！”形容地狱里头的欲火。啊，自者呢，自业所感。故曰：“自然皎然，自相皎然。”啊，所以人不能造物，造物没有好处啊！啊，那为人为什么喜欢？经典上有个比喻，比喻着刀头是蜜，啊，锋利的一把刀。道上涂的像蜂蜜，愚痴之人，哎，这有甜头啊！甜头尝到了，舌头也被割掉了啊！这个比喻说，眼前一点点的小利就诱惑他，他就赶走罪业啊！起什么呢？起杀盗淫妄的心，他要造业啊，他想获得这一点小利啊，敢做杀盗淫妄，那么利他得到了，说实在话，是他命里所有。命里没有，你造这个罪业，你得享受不到这个利益，因为命里没有。啊，得到这点小利是你命里有的，你又何苦呢？你不造这个业，迟几天得到；你造这个业是提早几天得到，这何苦呢？所以因果报应它有个缘，无论是善是恶啊，缘成熟了，果报就现前啊。聪明的人有耐心，缘不成熟不懂啊，啊，等待机缘成熟啊，自然就有丰收啊！啊，像我们种稻米、种蔬菜，一定要缘成熟，它长成了，你才去收割它。啊，还没有长成，还没有熟透，你去捉它，生的不能吃啊，吃了要生病的。啊，所以得有忍耐。啊，有耐心去等待，不贪小便宜，不义之财决定不能取。啊，你要是取了，后面肯定有灾难。啊，先前真的有忧悲苦痛，死了之后有三途恶报，这那何苦来呢？真正了解，真正明白，他才真正相信业因果报丝毫不爽，决定不敢作恶啊，不敢恶，不是说恶不敢做，他连恶念都不会生
这真正有智慧，真正聪明人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